你们吃螺蛳粉一般都点什么辣度？今天找了这家螺蛳粉，一个大魔王辣炒螺蛳粉，又称又辣是我的最爱。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有多少吧 ！Go go go！ 你好，哦，一股味儿。有这个啊，大魔王辣炒螺蛳粉，这是个炒的，干的吗？是炒的，可以要稍微多一点汤吗？我喜欢吃汤的。你单独加一碗汤。好，可选辣度，还有不辣的螺蛳粉呢。这个炒粉的话是微辣、中辣和加辣。那要加了。嗯，你俩要吃吗？再来一个炒粉最辣的。又补。好，那再来一个招牌的。 招牌的，你要加辣啊！你吃哦。<笑>没事，姐帮你吃。黄煎蛋是炸的还是？它是煎蛋。能炸吗？你会炸吗？炸不了。好，没有这个手艺。我们这个小酥肉也好吃，现炸的也好吃。可以来一份。你还要加什么吗，宝宝？还要什么？糖水啊，三份糖水 ，OK 了。68。好的。OK，等吃。好，这个是招牌螺蛳粉，看吗？ 辣炒螺蛳粉是市场的，咱俩的小酥肉8块钱左右。真的，你这个贵点4块钱。然后是他们最有名的这个玉米糖水，你先吃一口撕碎壳壳的腐竹。嗯，你们爱吃酥的腐竹还是泡了汤的腐竹？我先吃这个招牌螺蛳粉，我以为是小雅自己要吃，结果他说姐姐我想看你背的。你是魔鬼吧？这点辣算什么？是加辣而已。 嗯，好香啊！它粉儿比较粗啊，筋道 Q 弹的，还行，不是很辣。这粉也太粗了，这是我吃过最粗的螺蛳粉。越臭越辣，贼过瘾！哎，这木耳丝看着好大，跟咱们吃那些速食螺蛳粉不太一样啊，是吧？ 感觉被我逼迫了，整个人被迫营业。嗯，辣辣嗓子眼儿。哎，你们吃螺蛳粉会加什么蔬菜进去？酸豆角，酸笋，灵魂。 这笋水都鹅毛，他们家食材感觉比较大块，是不是？对。我来劲了，有点辣。尝尝这个大魔王辣炒的雨露均沾，这个闻着就好辣。这面我咋剁椒了？没事，我可以的。这算个啥？我可是挑战过销魂爆中爆的人。 怎么形容？感觉吃了一口剁椒鱼头的剁椒。哎，这个辣我是真的没吃过，哎，19块钱，多出去4块钱，全花在辣子上了。这个里面下一个，这个绝，这煎蛋看着好诱人。 不错，除了没有炸弹，一切都很完美。过瘾，吃个招牌的加辣，解解了。嗯，煎蛋绝，肉肉肯定是炸真的。嗯，你看啊。 素还不错，8块钱，椒盐的，面糊裹得很轻盈，不腻。然后那天在哪儿吃了一个酥肉，里面全是肥肉，我这么重口的都给我 hold 住了。这味道真的很复杂，螺蛳粉的汤底，再加剁椒的这个独特的味道，这是我吃过最特别的一个螺蛳粉。哎，这不是螺肉哎？哎，我们不是也点螺肉吗？这玩意儿能直接吃吗？ 但都吃点咸，加到里面，夹馍肯定很香，是吧？是。行了，差不多，不用硬捧。<笑>
它辣，但是让你很过瘾，你欲罢不能，一直想吃。尝尝泡过的腐竹，谁爱吃这个？来举手。嗯，你俩要尝一口吗？要。尝一下，尝一下。我能吃，我是让你们尝的。战术停顿。战术停顿，你有毒吧？你剩那一条能尝出来味儿？你加一大筷子，指望你俩给我减轻点负担是不可能的。自己点的大魔王辣，自己跪着要吃完。你们谁特别能吃辣的？来挑战一下大魔王辣炒螺蛳粉，前提不能喝水，一口气吃完。保证吃够辣，你挑着吃啊，还能挑点粉出来吃，保证吃，粉跟辣子一起进嘴里了。哎呀，我挑战失败了，我要喝一口玉米糖水。什么样的玉米能长成这个样子啊？都好像爆米花呀，爆之前的样子，就解辣。辣爆了，但真的很过瘾，我还要为了它再来一次。换个汤粉解解辣。可以啊，我今天挑战成功了，我只喝了一碗糖水而已，而已。嗯，唯一就是粉太滑溜了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样，喜欢小白的朋友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一吃辣的我就忘了就算。肯定很多人说为什么是推送到我的手机里，不是推到我的嘴里。哇，这看着都可香了。吃面不吃酸，味道炒一般。嗯，你没有吃过孜然味的泡面吗？没有吧？再要一份，老板再帮我拿一份泡面。我们又来到了甘家国际，今天带大家去吃一个无油锅底串串，五毛钱一串，我去看吧。Go go！ 我发现一个搞笑的，这不是我们去年吃的那个鸡腿摊摊吗？小网红被饿了，来我这儿。老板，咱是咋拿呢？自己拿是吧？是。延安人吗？严的，行不了，我尽量关注你。是不是？你每一个兄弟我都看见了。谢谢。什么串是一串是五毛。嗯。然后这个盘是我们陕北那边的就是特色，然后一盘是五块。好的，茴香牛肉、芹菜牛肉啊，豆皮，我的最爱。你见过西葫芦涮串的吗？麻辣牛肉是五毛钱一串，土豆片，我的最爱。咱们怎么什么都是？再拿点他们陕北特色，黑不溜秋，黄灿灿，一样拿一个。OK， 延安人家是拿这个装料碗是吧？是。那这小碗是给西安人弄的。我们现在吃串的时候，主要是吃的是醋爆蒜。好，蒜着吃。好，来一勺醋爆蒜。这是麻酱料碗，这呢？那个是用辣椒还有各种调料打成的，就是然后那个也相当于一个料碗。好，搞一勺麻酱，不知道人家本地人这样吃不吃？咱这大杂烩。嗯，这辣真香。OK， 下个肉串进去，来吧。家人们，它这个汤底是孜然做的，特别香，但是一点不油。嗯，牛肉串，就香的，咱这很浓是不是？为啥要蘸蘸呢？应该是要蘸一下这个碗吧，他们这个料碗也是很有特色的，芝麻酱比较稀，不是那么浓稠，然后还有剁椒剁好的料，然后你要用芝麻酱的话，掏个3块钱，要别的什么醋泡蒜呀、剁椒啊那些都不用掏钱。好吃，蘸料碗，芝麻酱是香一些。不蘸料，我这孜然味儿，感觉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羊肉串，满身孜然味儿。感觉好了呢，这边下去，吃起来不能停。我觉得这种无油串串，还挺适合精致的猪猪女孩的，是吧？又想吃串串，又担心长肉肉怎么办？吃这种无油串串呀。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无油锅底的串串？芹菜牛肉。芹菜牛肉好吃，好吃，可嫩了，好特别，他们吃完都这个，还入味儿。芹菜牛肉跟孜然锅底是绝配。
我听老板说，延安当地的孩子怎么吃？搞上一杯这个醋泡蒜，这样蘸着吃，再搞两个蒜，就着肉。好好吃啊，真的，家人们，快，每个人去打一碗那个醋泡蒜，真的贼清爽，生蒜脆脆的，嫩嫩的。我一个不爱吃醋的人，这个醋泡蒜蘸这个香菜牛肉绝了。那不是芹菜牛肉，对不起，总把人家说是香菜。超级好吃，这就好了吧？不要停，吃起来！哇，我们又加了好多的芹菜牛肉，想不想吃？肯定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是推送到我的手机里，不是推到我的嘴里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这个必吃，这个必点。小心啊，小心烫。你代表镜头前的姐妹们吃了。一定要蘸醋泡蒜，哇！你们一定要这样试试。张欣给你们打个醋泡蒜，你们尝一尝。特别清爽。嗯，好吃吗？我一个不吃醋的人，试试老板娘给的秘制料碗。这个是免费的料碗，海椒加油泼辣子加醋泡蒜。老板娘说他们当地都这样吃。嗯嗯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！我觉得不用要麻酱了，麻酱那3块钱都不用掏了。这边来就是好多人喜欢吃麻酱，我们再配麻酱。哦哦，这边基本不配麻酱。明白了，他这个缸感觉真的是咱小时候喝水那个搪瓷缸，是不是？你们小时候有拿这种工具喝水吗？有，把喝了了下下去。这好像是洋芋做的，地方特色。然后这个黑锅巴，这玩意儿叫锅巴。金针菇来了，豆皮卷金针菇，这个看得很瓜汁儿，这个料碗真的绝了，我下次还要来吃蘸蘸。土豆片片，没有人能拒绝土豆片。嗯，好帅，粉不溜下去。吃这种串串，我感觉就有点像小时候放了学，学校门口那种串串。你跟你同学是吧？啊，两个人围着一个小锅子。同学下点那个。啊，对不起。我也刚才了，怎么还不起锅呀？同学，同学来给你下肉了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嗯嗯，真不串，串应该好了。嗯，给你们吃串，串还挂着各种黑愣愣。三不六，你看，快快快快快，这都是你们的。我很没出息，我要吃泡面了。来吧，灵魂，来一口粉不六，真六。嗯，好像土豆粉做的，有点像年糕，但比年糕滑溜，也很细致。黑色的锅巴，这不粘，很利落。你们吃过黑愣了吗？洋芋做的，这三个其实点一个就行了，没什么大的区别。哇，这看着都可香了。吃面不吃酸，味道炒一般。嗯。你们有吃过孜然味的泡面吗？没有吧？再要一份，老板再帮我拿一份泡面。很有特点，很好吃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小小点赞哦，下次再见，吃完回家，开吃开吃开吃，太香了。这段是给妈妈看的吧？这不是桌面盆栽，应该拿油焖，多少显得锅太小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我爱豆皮，豆皮是我快乐。我要土豆。剩下的鹌鹑蛋吃完了没？吃完了。哎，我的盆栽掉下去了，我拿筷子。